所以呢度讲到世人做咗两件嘅恶事。所以他在这里说世人做了两件恶事。第一件咧就系我哋离弃咗真神。第一件是我们离弃了真神。第二咧就系我哋自己咧就作一啲嘅池子咧，就以为可以存呢个水嘅。第二是为我们自己凿了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这个池子就即系话可以带俾我哋一啲欢乐嘅嘢。这个池子是指现在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欢乐的事情。但系实际系唔系咧？但是实际上呢？第一样咧就系我哋嘅池子就系人制。第一，我们的池子。就是人际。这个英文就是 people 啦。英文是 people。这里圣经讲耶稣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来到去传道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是有五个丈夫的。